生啊，请打开课本哦。那些那个啊，不好意思，请不要打扰。做你的头啊，这样子。老师会突然间暴怒。对他就是，你可以想象小梁哥那么啊，那两句哎，就大家都吓死了，这样很恐怖哎。我们那个真正的老师坐在后门，他就说哦。所以从那一天之后，你们再也没有我们再也没有欺负他。所以你看嘛，学生就是怕凶的老师啊。那个老师真的很可怜，因为他后来没办法当老师了，被学校废掉了。不是因为被他们搞疯了，对，是不及格。是，你知道以前台湾的学生是怎么捉弄老师？在那个门上面放水桶。赵哥，你一定有。这应该都是电影剧情。如果是真实要这样的话，那个弄下来，这一班可能要死了。我跟你讲。今天都不要活了，开玩笑吗？哪敢弄老师啊？我们学校不只有就是我们的舞蹈科，还有那个美发科啊，还有服装科，那他们都会有假人头，你知道吗？就美发科的假人头。那有一次我们跟学校跟同学一起就是打扫教室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看到对面怎么有一排的就是人头是这样。但是因为是那个学校是正方形的嘛，那我们看到对面刚好，因为我们学校都会有窗帘，那刚好他们那一天可能他们班上忘记关窗帘，所以那个人头就是没有遮着，因为那个会吓到人，因为旁边还有住宅区嘛，如果人家看到那小朋友会吓到，然后呢我们就没有看到哦，我们就看到他们没有关窗户，然后就这样一排的人哦，就整个假人头，然后是会扣在那个什么那个窗户旁边，然后每一个人头是这样子。那你怎么会？我想说，怎么会有人就是一排在那边？结果才知道说，就是那个是他们的假人头，我们就吓到，因为那时候是晚上，我们都要练舞练到九点，所以我们就是大尖叫，然后就叫老师跟教官讲说，就是哪一间的学校的班上没哪一间的班哪一个班级哎，现在到现在还传，有很多假人头，哪一个班的教室有没有？是，就是没有把窗帘关起来，因为真的会吓到人家啦。先请问，就是在台湾，你们大概几岁就是交男女朋友？像我的初恋就在高中，哎，国中，哎，高中。高中呢，就15岁、16岁。15岁、16岁。到高中就是大家都是就有固定的女朋友或是固定的男朋友，所以就是我们会常常在，就是为了女朋友，就是跟其他的男生打架。就会真的为了女生就是找很多问题，那就是在巴西找高中，就是比如说我的城市有5个学校，那我们就会争成，比如说，其他的学校的男生，他们可能知道我们学校这边的男生就是把他们的妹之类的，所以他们就是在我们的门口等我们下课，然后要跟我们就是打架之类的。可是这个那时候是还好，因为几乎我们都有朋友，就是会帮忙吧。如果真的要到打架的时候。可是有一次，我在巴西的那个嘉年华会，就是超多人，100多人在那边玩，很开心，喝酒之类的，就刚好遇到就是5个男生，刚好是另外一个学校，看到我跟其他的2个男生在一起，哎，他们就说，哎，你们不是那个学校的男生不是吗？就要开始打架，然后就想说，我们3个人大，我应该是可以吧？没有想说就是以后看往后看，哎，我2个朋友都不见了。我就真的傻眼了。你的朋友如果Mondo在的话，就不怕了。可是我2个朋友都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5个男生就一直往前来，一直往前来，就开始真的要开始打，然后就对，然后就刚好看到在旁边有一个已排队的警察，然后就慢慢搞清他们，就是跟着他们下班吧。公立的学校在美国，比较多问题是跟那个帮派，还有吸毒，对。然后有一天我来上课，然后进那个校门的时候，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去，其他的门都锁起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要进那个门的时候，有一个警察，不是我们那个校警啊，还有一个警察在临检查你们的书包，对，在看我们那个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啊。然后奇怪，问有什么状况，然后我走进去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走廊有警察在走。拿那个散弹枪，对，对。后来我发现是因为前天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是跟那个帮派有关系，然后有一些纠纷，然后怕可能会到我们学校来。可是
所以在你们那个地方人都不多，你们学校大概也只有十几个人吧？不是，是因为人不多，所以我们只有那个学校，所以从远方的其他人都会来这边上课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美国的学校都有警校吗？对对，而且那个警校会带枪哎。台湾有吗？没有。可是我以前就是在美国也念着高中，嗯，我那边警察不会带枪哎，我住在都是你们带吗？我不是我带。我那时候的高中，他们有一个好像那个基层的门，就是每一天要去上课，你一定要过那个门，看你有没有带枪。对。然后我记得是你的包包一定要透明的，嗯。可是有一个 security guard， 有一个，可是他没有在真的带枪。杜立，你的学校？我的学校不一样，我好像是 Justin 的学校很烂啊。你是到底是什么学校？我们的高中算是我们州蛮厉害的，我们那个时候是我们州的第一名。然后我们学生有差不多2500个学生，那但是里面只有差不多100个人是黑人，其他都是白人。那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啊，美国现在没有那一种歧视的问题，或是歧视黑人，或是干嘛的。其实还是有一些人，还是会有一些怪怪的想法。而且我们每个学生就是，例如说黑人是聚在一起，西班牙人是聚在一起的，然后白人他们分了好几种啊，就是比较聪明的，然后什么什么。都是这样子，但是有一次比较有问题的就是贾斯汀这一种，对对对，他可能都是没有钱那一种。是 cue 我好吗？爱甩头嘞，刚刚，爱美。没有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有一些那时候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白人，他们都是开始欺负一些黑人，所以我们都是决定，我们隔天早上我们就是要去找他们打架。哦，然后就是自己想说啊，非常非常的生气，然后就准备了一个棍子，然后把它塞在我的包包里面。非常非常生气，只准备了一个棍子，你也跟赵哥借一点东西去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准备一个棍子，很硬的，差不多这么厚，然后放它塞在我的包包。我以为你根本不用准备，你本身就有了，不是？啊，你自己有啊。他要一直甩下半身，有点累。他不能带甩棍吗？这晚上就去上课了。然后呢？我可以讲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准备好我的棍子，然后把它塞在我的包包。我们就是等到第二堂课的时候，中间我们想说我们一起集合在某一个地方，我们去找他们。哦。然后就突然间有好几个黑人从学校从每个地方出来找他们，然后就开始打架。哇，我们那一天上了新闻。哦，真的？对对，我们那一天上了新闻，因为我们都在打架，然后白人在跑楼梯，然后就被抓下来，然后拉下来这样子，然后就把我的棍子，然后开始打人家。哎，啊，那一天就是因为，就是我觉得还蛮丢脸的事情，因为不止我没有上新闻，这个是还好的，但是我被踢出去了一个礼拜。哦。然后我就是那一天停学一个礼拜，停学一个礼拜，对。然后因为我们打得还蛮凶，我们就是开始拿东西打他们，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几个人被送去警察局。真的有关在那个像我们在美国影集里面看到关在那个警察局里面吗？对啊，就是真的被关在里面啊。你回家有没有被你爸妈打？没有，我没有被他们打。还是你爸妈说太棒了，你因为他们歧视黑人，你打回去是对的。没有，我妈是非常的生气。然后就是我进去，然后就是他学校有打给我爸妈这样子，但是我妈她不愿意去接我从警察局，她说啊，你自己想办法进去，你要自己想办法回家。停学一个礼拜，停学了一个礼拜。那一个礼拜你去哪里玩？没有，我一整天待在家里。而且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刚好，因为哪一年我也是参加歌唱比赛，然后得到我们全州的第二名，所以非常的骄傲。那我们要去参加那个表演的时候，我们要准备表演，但是就是刚好那个礼拜我就被踢出去了，所以变成我没办法参加那个活动啊，一辈子的遗憾啊。对对，我也有那个最怕的事情，因为我是男学校，没有女生，对，男校。然后呢，隔壁又是女生的学校，我最怕是情人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会被包围。有这么多人在情人节里面打你啊？不是打我，因为我准备在那边，就是因为向下嘛，然后就常常被采访呐。你要说什么？然后呢？你不要讲我，你看贾斯汀的脸就好。真的啦，然后你知道多来来来。
来，高比，由你把麦克风拿起来一下，你帮我讲一句，我读高中的时候最害怕情人节，有好多女生会包围我。我读高中的时候最怕的事情就是情人节。情人节的时候，很多女生围着我。很多女生包围着我，一直包围包围我，包围包围。对，这样就觉得有说服力。对啊，就是很沉稳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口气的问题啊，对过。这个我，所以你现在就是油腔滑掉。我你的眉毛在发抖。情人节的时候最怕，因为很多女生包围我。